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他又死了。他咋死的？不知道，好像是被我招的那玩意儿给弄死的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黑神话悟空啊。我穿上了这个大圣一套啊，其实现在玩二周目呢，我是用这个乌金一套的啊。好，咱们去打一下抗金龙吧，试一试看看行不行啊。咱们先吃那个什么吧，先吃药吧。 OK， 打他呢其实有一个那个什么啊，有一个技巧人呢。哦，龙出来了，说大圣的六根藏在这里边啊，这个庙宇里边，快出来啊。这水里边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个鱼，小西天的那个土地公说的啊，你找的东西在这个庙里边呢。我特意穿的这个大圣一套啊，查看下边什么东西呢。嘿，小胖子来了，他说这话怎么感觉天命人来过好多次，其实好多天命人死在他手里，应该是抗金龙是吧。小庙也没了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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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我去，直接把我啃了。你这不按套路打呀，我没带那个雷遮属性啊，没完了你啊。来吧，揍他。怎么回事？揍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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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不着他呀，他太远了。你太远了，你回来啊。没了，你这啥玩意儿？来变身乖他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去，撇不着他呀这呀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变身啊。没了，披风咒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呀我去的，不是芭蕉扇。哎呦我的妈，你有完没完？哎我的妈，别动了，你一棒。这口药你别动啊，别动，给你一棒。没打着，我去的，你这啥玩意儿？我起来一下行不行？移形换影来吧。哎呀，我去的，我去的，我去的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。我没这么打啊，一周目我不是这么打的，我是坑的，给他坑死的。又没打着，喝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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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喝再喝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他又死了。他咋死的？不知道，好像是被我招的那玩意儿给弄死的啊，一块掉下去了。还行啊，挺好打的。其实有这个逃课的办法是吧？别有洞天呐。大马猴来了，做梦了。咱们来到浮屠界了是吧？来到了浮屠界，我还是把我的乌金套穿上吧。我喜欢那个大圣套，也喜欢，不过我更喜欢那个啊。咱们把三尖两刃枪啊准备好。行者头箍，然后是乌金一套啊，乌金哪个是乌金是吧？确认一下啊，行者乌金没问题啊。好，去玩去吧，开门。有人在说话啊，这股子骚味真是熟悉，你说谁呢？他说新来的，老实呆着啊，别乱跑，乱跑就死了。宝你干啥？戳不着的，你骗我我也骗你，踹死。 OK， 溜达溜达啊，到这儿来找那个吉祥灯来了。咱们啊，我踢我打知道。哎呦我去，你是真烦的你啊，打死你。你什么玩意儿？戳棍呢，我的戳棍。哎呦我去，什么玩意儿抓住了？哎呦我的宝，哎呦给我扔下去了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被摔死了，罪王啊！咱们得打他，好像得打八个也是九个灯笼怪。哎，我操，给我干崩了！就这个啊，灯笼怪得干死好几个。你是真烦呐，你！哎，别给我推去了！你是真烦，你是真烦，这容易掉下去啊！这货我怎么打他呢？哎呦我去，飞剑扎死！哎我的妈，又来了你！出哪儿去了？这是被封住的是吧？前面有一个传送啊，土地庙。哎呀妈，这血量掉的啊 ！OK， 多喝两口吧。上香 ，OK， 炼丹，练不练都行，练吧。贝利丸加暴击的。有什么东西卖没？新地方也没有啊，调戏一下。OK， 人呢？我戳死你！别糊弄着我啊 ！OK， 往里走啊！戳这个乌金套装，为什么穿它呢？为什么不穿那个大圣衣服？你看它是一直是这个半实体的状态啊！他们不会打我，他们一直会打这个虚体，就大概这个意思吧。OK， 从里边溜达吧。哎呦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，你挺能打呗你啊！戳死你！这边也过不去吗？僵尸攒个豆，来个飞剑，三剑两刃枪是吧？就这个功能。Hello， 有人吗？我去，你下来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你是真烦的你啊！这玩意儿伤害不大啊，侮辱性强是吧？有点烦人。OK， 搜一下啊，走，继续溜达，攒个豆啊！还有人没？这儿也进不去，开始黑了。那个灯笼怪要出来了，这应该有个怪啊！哎呦我去，猴招出来吧，人太多了，打烂套了！哎呦喂，这死了！棺材翻一下啊！你看血量都变短了，看到没？还得掉你血量。OK， 小猴出去干去了，打灯笼怪去了，去死了啊！没死啊，飞剑，这还有一个弄死。移形换影，哎我去，飞剑没死，我去，还有没有灯笼怪啊？走，往前走，这个浮屠界就会这样啊，是吧？他们灯笼怪一出来，血量咱们就变短了。还有人没？你干啥呢？过去了啊，这还有一个飞剑，砸死了。OK， 打开看看有什么宝贝。哎呀，又出了个这玩意儿，这是干嘛来的？戏词，这好像是回复气力快点是吧？两个了现在啊，现在玩是二周目嘛？这还有啥没？没什么玩意儿了啊。咱们看见这个二周目里边是吧？那个神秘人说的，你说。
什么玩意儿 ？OK， 那个三太子是吧？我拉死你得了，直接死了。好，继续往上啊！哟，哎呦我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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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哎哎哎哎哎 ，Hello， 你能不这样不？飞机飞哪去了？我去的，你别给我推下去了，好不容易上来的飞机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你这啥玩意儿？好，咱们这个升级了啊，咱们再给我们的小雪人啊加点东西，再加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，生命上限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。下边东西发完了啊，这能过去吗？咱们再兜一圈。啊 ，OK， 咱们酒得喝一下了。收，这一大口半管血呢啊！不是不是，别喝了，没填满。飞机搞偷袭，不要脸！哎呦我的妈，又来了！来来来，你哎呀，这个玩意儿是真烦人，非得飞剑呢给你啊，真膈应人。Hello， 哎呦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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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的妈，飞剑掉下去，这也打不开啊！你这玩意儿，灯笼怪要出来了，好像又黑了。哎呦哦哦，射箭打我呢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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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！灯笼怪看到了吗？我得从哪儿走啊？往那边走啊？走走。走走走，这么瞎走啊，容易那个什么啊，是吧？容易路给忘了。还有人吗？有口棺材，拿吧。灯笼怪得多杀几个啊！走着，我现在啥都没了。飞剑，这边是这边是哪儿啊？这边能过去吧？是哪儿啊？这是？哎哎我去，我们钻这里来了，这里也进不去啊，封上了是吧？干啥？戳死你！这怎么办？这路有点不对呢。啊，反着走呗，反正走不了啊。你这啥玩意儿？哦，能过去这儿好像。喝一口，咱们兜一圈回来了好像。这儿是吧？然后下去，咱们又回到我们出发点了啊。三太子搁这儿。三太子搁那撅着呢，看我们告我们别瞎溜达是吧？好。